Oh my god！ 波波吗？有可能是波波。看看波波，哇，这么炸！Oh my god， 布布，哦，真的是布布，大声来了，直接给啊，别跳了，直接给吧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布布，来自法国，我是 hip hop dancer。我觉得我最怕的应该是跳 hip hop 的布布。布布，法国 hip hop 战神，他特别厉害，因为我们在之前在新加坡比赛，他一个人赢掉七个人。你各个领域的世界冠军都出来了，世界冠军啊，不是说中国冠军，是世界冠军都出来了，就等于说你把这个领域的神请过来了，就这个，我这样说可以吗？就是我觉得今年是强到爆，强到爆炸，对。你好，我叫布布，来自法国，我是 hip hop dancer， freestyle dancer。哎，我知道你，我很喜欢你。欢迎，谢谢。Yeah, OK, music. 裁判秀啊，这是。我们还没跳，他已经准备好要给了。我感觉我看了一个裁判的秀，没有理由不给你，我太喜欢你了。我希望你可以，行 ，OK， 哈哈 ，Thank you。不不，我觉得我不能点评，因为他是大神起的主。音乐也会玩，控制也有，律动也有，技巧也有，狠招也有，什么都有。你怎么点评？我点评不了，我觉得。他的到来是把整个这个节目三季的天花水平天花板，往上拔了一层。我觉得布布的 battle 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我也希望我的街道里面有这方面具有能力的选手。帅帅 battle 了。你知道，我们就说输了以后就是要难过一段时间，反正那个时候我还正在难过，他拉我才反应过来的。他说了两个字 ，battle， 本来血都在脚底了，就差不多已经干了，一听 battle， 我突然就上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春天。
其实是特别感慨的，因为我跟肖杰自从搭档了之后就很多年没有battle 过，十多年了应该。虽然呢我跟肖志明现在不叫双肖了啊，分开了，但是我们两个还一直在坚持跳舞，没想到居然在这个舞台重聚， perfect。两个都给，两条都给了。我其实想在他现在这个阶段，在所有人的面前再证明一下他为什么是肖杰，所以我选择了把它放在 battle 里面。好，下一位。我叫 Snow 孙燕，来自成都帮，是李月莎莎。我是来自中国 X 组的雷小阳。Let's go！ 哈吼！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哇，好精彩！哎呦喂！我是每一次都会被很特别的一个舞蹈而影响，这是舞蹈里面的魅力，自我的那个 character， 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所有我的区域的那些选手们，就是因为爱跳舞才认真拼命的去玩这个游戏，我觉得这是我鸡皮疙瘩的一个地方。可以 battle 一下吗？你们两个？OK， battle 吧，来。你看作品其实也有意义，但是我觉得看 battle 的话会更好看。然后如果我很喜欢的话，就是直接给了。我觉得我这边的选手应该是拔尖的，三 v 三 battle， 我还挺有信心的。